我们看这题目，是利用对数表查出下列各近似值。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对数表，这是课本后面所附的常用对数表。好，那么我们第一小题要求这 log2 之值，那么 log2 呢就是 log2.00，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先查这 x 写20这部分，那中间没有写，其实是有小数点的，所以呢要把它看成是 2.0， 然后小数点后第二位又是 0， 所以这里我们要找到0的位置，然后对下来，所以这里是写3010，因此呢这 log2 就是 0.3010 这个答案。接着第二小题，我们要求 log5.8 之值，那么 log5.8 我们把它写成是 log5.80，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先找写数字58的这个位置。好，那我们看到是在这里，这写58其实是 5.8， 好，那么小数点后第二位呢是 0， 所以呢我要找到 0， 然后对下来，这里写的是7634，所以呢我们要回答这答案是 log5.8 是等于 0.7634 这个答案。接着我们看第三小题，要求 log 7.26 之值，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先找到72的位置。好，72在这里，那么要把它视为是 7.2， 好，那么小数点后第二位是 6， 所以呢我们找到6这位置在这里，那么要对下来。好，那么对下来呢，这里72对过来，我们找到这个数是8609，因此呢我们要回答这 log 7.26， 这答案是 0.8609 这个答案。